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大赛，除了个人参赛之外，都有不同的基督徒以组合形式参加。虽然都各有特色，但大家都有共同的心志，就是希望透过诗歌去传福音，用歌声去赞美上帝。第一轮33强晋级名单，151号叶德信、叶韵琪。我哋两个都好中意敬拜，好中意唱歌啦。咁就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去敬拜神啦，亦都去制造一下父女之间嘅黄金记忆球。叶氏父女档上阵，唔单止用诗歌去连结彼此嘅生命记忆，叶爸爸 Henry 更加相信诗歌嘅力量。我觉得诗歌是有一个医治的能力，亦都有一个恢复人的体力的一个能力。我透过诗歌去敬拜神的时候，我可以完全可以放松，去将啲重担啊各样嘢都交翻俾神。我觉得是一个好好嘅医治嘅作用。我要来敬拜你，来靠近你，来贴近你的胸怀。你是我的生命。是我的一切，我要来敬拜你，来靠近你，来紧紧地抓住你。你是我一生的归宿，在你爱中，我不惧怕，我可以面对一切。爱是如此的坚强，都是这首歌 的启示，即是一个爱，爱是要靠家庭去传承，透过爱也都可以解决了很多的纷争，很多的问题。韵琪亦希望透过诗歌大赛令自己在灵命上有所成长。我就是想即突破自己的自信和勇敢，有时候即会成日好自卑啦，有时都唔觉得自己好似特别好，所以希望透过唱歌可以敬拜神，可以提升自己嘅自信啦，同埋同神嘅关系越嚟越好。想同神嘅关系更进一步，就必定先要经历过考验，信靠神，然后喺主内得到平安同祝福。Henry 就深深明白呢个道理，所以喺选拔赛度拣咗一首代表佢领悟嘅诗歌。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是安静，我们家里就会遇到很多风浪，但是神使我们平静，神让我们整家要站在一起，要倚靠神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活着就要敬拜神。出咧係好和諧，好有愛嘅感情嘅表達係好自然流暢啦。但係咧唯獨是少少瑕疵咧，就係你哋兩個嘅交流唔係好夠。你喺度唱緊眯埋眼好投入嘅時候，女女咧起碼望咗你超過三次而你見唔到嘅。咁呢個少少瑕疵可以留意一下。好緊張。
好好的，仍然是亲身经历过组成家庭，渴望有下一代传承神爱的叶德信，分享如何学习倚靠神之后获得真正的平安。当初跟太太结婚的时候，其实一直都想有小朋友的，但是生了很久都生不到小朋友。问题出在什么呢？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一直在坊间找到很多不同的门路，都是没办法的。有一次呢，我们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小组长就来家里拜访我们，就说不如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？当时我就突然之间恍然大悟，我是的，我是基督徒，为什么有问题不去求问神呢？咁啊，去求問坊間嘅嘢咧，禱告咧，其實我覺得好有力嘅，讓我咧同神嘅關係咧開始恢復，開始修復。咁發覺我原來我係基督徒，我應該揾天父爸爸去求救。冇幾耐，一個月之後咧，我太太證實咗懷孕，咁就孕期就喺度啦。咁我當初懷孕之後咧，其實係好開心啦，但係我自己有憂慮就係咩咧？生小朋友要好多錢嘅，養小朋友都要好多錢嘅，咁點算咧？當時我工作咧嘅收入咧，其實係好唔穩定嘅。我嗰陣時好擔心點算咧？呢次嘅醒目啦，就係去求問神，不斷去祈禱，不斷去呼求，不斷去唱詩去敬拜。咁神咧就透過啲詩歌去感動我，讓我流淚，讓我去明白神係愛我，係同我同在嘅。咁冇幾耐神蹟真係出現。咁我喺一個月裏面咧，我可以做咗幾個大嘅生意啦。咁其實翻嚟嘅佣金都有超過六位數字嘅，好 amazing！ 我覺得好嗰刻係我要大大感謝神咯。允琪嘅誕生係上帝施行大能嘅見證，亦使到 Henry 希望藉住唱出動人嘅詩歌，一齊同心敬拜榮耀上帝。我兩夫婦咧，點解要同我允琪改名？中間一個允字咧，就係因為我亦都想希望允琪咧，就係用歌聲、用韻律、用舞蹈去榮耀神。我自己都係咁樣嘅，所以點解我哋一次咁嘅父女檔，就希望一起去用敬拜榮耀神。當參與其中，兩父女都被上帝觸動心靈，一起成功創造黃金記憶球。我覺得他們真很享受這次的能夠父女一起唱歌，有一个黄金记忆球，这样我觉得是很好的回忆。好享受喺舞台上面嘅感受咯。咁尤其是拖住个女一刻咧，就好感动嘅啫。我都觉得好感动，系好感动，即系想喊嗰下咧，即系冇冇试过咁样去同个女一齐唱歌吓，好感动。好奇妙地，最近啲比赛都可以有私生嘅组合。我好欣赏阿 Sir 带妹妹咁样走出嚟去唱歌咁样，呢个组合好特别啦。我哋系 very best friend 嚟嘅，觉得系神系有啲安排俾我哋咯。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透过今日嘅舞台，去将首诗歌送俾我哋天上嘅爸爸。两对唔同嘅参赛组合喺诗歌中揾到喜乐同安慰，好想将呢一份心意传送开去。下一节继续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。